就这点你糊弄谁呢？听到没有？银子呢？银子呢？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脚啊！哎，老人家，我这可没碰到你啊，你在这讹谁呢？你，这位娘子，不是我要讹你，是我的脚真的扭伤了。我家就在前面不远的二里地，你行行好，用马车送我一程好吗？不行不行，你得把话说明白了，不然让别人看见，以为我把你怎么着了呢？我这分明没碰到你嘛，你这脚扭伤可不关我的事啊。哎呦，我的脚啊！人老人家也不容易，你好言好语劝劝，给人送一程得了，别这么泼了。凭什么呀？啊？凭你倒霉呗，谁让人家脑在你前头了？能送就送呗。去去去，喝你的茶去，这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有能耐你自己去送去。这说话不腰疼。大叔，我先告辞了。好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说。哎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婆婆，快起来。婆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那太谢谢小公子了。走吧，慢点。慢点啊，慢点。前面二里地那村子，我经常去收粮食啊。这老人家我怎么没见过呀？是啊，我好像也没见过。走，这像女孩的书生要出事。哎呀，慢点啊，婆婆。哎呀，这一路上多亏了你了。没事。哎呦，这就是我家。小公子，快进去坐坐吧。不用了，婆婆，我还要赶路呢。你快进去吧。哎呀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哪有恩人到了家门口不进去的道理？真的不用了，婆婆，赶快走吧。真的不用了，谢谢婆婆的好意，我就先走了。你进了我的院子，踩了我的地面，别想这么便宜的离开。小公子，你这细皮嫩肉的，我看像个女孩呢。婆婆，婆婆放过我。小公子，我劝你识相点，把银子都掏出来。我所有的银子都在这儿了。就这点你糊弄谁呢？听到没有？银子呢？银子呢？你干什么的？路过的郎中。郎中？我看你是找死。当家的，大侠，大侠饶命啊！大侠，大侠，放过他们吧。你们两个以后不许再做恶事，滚！